花莲水潭县的富里乡黄光国小本上学期的全校长十七个学生的个私信投稿，也三年来因为推动行业教学有成果，学生的经验数成长的快一批。韩国体今日调解裁判的行业对话比赛当中，黄光国小获得多位全国佳作暗号的成绩，就鼓励学生的韩国认真的来学功课。班级努力和他用这群生发的行业请现小朋友艺术对发的能力，五公国小经过行业训练老积极工人的训练，都考验临床能力发挥的行业对发比赛之中展现实力。我想阿妹哦哟好该心上嘟嘟好该摸上都不会手都在人家里提，所以我在我的手邓强都在比赛开始一个三梦想啊！真不应该上学，上学老爱阿婆强龙，无会讲哈法。就是，配合那个学生的需求哈，然后我们有开了三个班，就是混龄哈，就是一到六混龄。福利乡今年一百届语文竞赛登场，五公国小客家村也系全然参加，把握比赛进前做最美嘅准备，从安样透过一百比赛建立学校嘅改善手感。用俩方向来训练，应该感觉俩摆叫做伊个种啊，伊做得咯。上台呢，伊会讲哦，啊，就照个进前呢，啊训练嘅方式来搬去到安尼上台。就是他教我们客家通饶，还有客家谚语，还有行业的龙图。强用透过三网联系展现行业界，还有到发展北起，将结束全国行业冠军的吉文国中，也到了百行业对话比赛之中，得到全国优等的好成绩。就一科之家，就是之家都提拨恩用班来练习。问题还有回答问题，互相帮助啊！希望文天教学，五公国小也表示六月中为进行教育行业教学的方式，完全回到外界，又和较多行业教育的交流。客家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